盼星星盼月亮，由南派三叔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《沙海》终于热播了。《沙海》可以说是《盗墓笔记》的后传，许多喜欢《盗墓笔记》的粉丝们观看《沙海》之后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：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。曾经稚气未脱的吴邪，如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；曾经幽默搞笑的胖子，现如今也多了几分沧桑。古人一去，新人开来，在沙海的世界中，谁的武功才算得上是顶尖的 ？Top six， 吴邪。如果你还认为吴邪是《盗墓笔记》中的软蛋，什么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忙的天真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沙海中的吴邪早就脱胎换骨了，他师从黑瞎子，学得一身本领，如今的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他的身上已经有他三叔的影子了。Top five， 解语尘。解语尘是二月红的另外一名徒弟，他之前跟着二月红学习唱戏、化妆，他的身体非常柔软，而且他的轻功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在整个沙海中恐怕没有人在轻功方面的造诣能够比得上他。Top four， 黄胖子。在《盗墓笔记》中已经是游历大叔的胖子，到了沙海则显得有些沧桑，可能是云彩的死让他无法释怀。胖子的武功早在《盗墓笔记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，他多次在各种离奇的墓中脱险，可以看出他的能力非常强大。Top three， 张日山。张日山是吴邪爷爷辈的人了，但是他外表依旧青春年少，因为张日山与小哥一样也是张家的人，身上流淌着张家的血，人送外号百岁山。张日山曾是九门之首佛爷的副官，他的身手早在老九门中就得到了肯定，后来他成长为老九门的领袖。Top two，黑匣子。天龙八部中有个南慕容北乔峰的合称，同样在沙海中也有个类似的称号，那便是南瞎北壤，能够与第一高手张麒麟并称，可见黑瞎子的实力有多么强劲。在盗墓笔记中他曾经与小哥合作过，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他的身手。 Top one， 张麒麟。无论有多少新人涌现，张麒麟依旧是整个盗墓笔记之中的头号高手。小哥是张家的族长，拥有最为纯正的麒麟血，他的发丘双指举世无双，